凭借秋怡的雄厚的法律功底。我没有雄厚的法律功底，全是肖哥的没有逻辑鬼才。怎么开始了商业互吹这两个人？Carry me， 我会做好你的助理工作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比较均衡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差不多。对对对，不，你比我强。没有没有，真差不多。我跟石律谈话的时候，发现我手机一直嘟嘟嘟嘟嘟在震，我就知道肯定是秋怡给我发消息。解决你的困惑和顾虑吗？你那几个问题给搞定了。我觉得呢，我特别适合做一个助手。我没有，我觉得你是主心骨。不，我突然发现我是那种，如果把我放在一个助手的位置上，我会特别得意。那怎么说？咱们撤了吗？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法律检索吧，我们，因为我明天时间要分一下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检索完了，就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再穷尽一下，再详细的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没有新的想法，你是？对对对，发现什么重点的？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明天就提交，提交之后，咱们可能就被局限了。